从里面走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4.9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妙妮子，欢迎收看本期的游戏视频。这个是 TMOX 的第二期。之前我们玩的背景音有点大，混蛋，有点略尴尬。哇塞，这个鼠标有点那个太灵敏了。我们之前玩的是那个胆小鬼系列的第四期和第一期都做过了，然后我把这个第二期还有第三期也下下来。Jump Scare 的模式你们喜欢吗？没有加速跑啊，这是什么图书馆吗？Holy， 吓死我了，什么东西，What the fuck？ 我怎么听见有脚步声？我们走有亮光的地方吧。God， oh， 呵呵呵，啊！我要把声音调低一点。调的低一点就不会害怕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又是这个鬼畜的开门声音 ，jump scares。啊，钥匙 ，the key。我要倒着走。Holy crap！怎么变成一滩大姨妈了喂 ？Jesus， 为什么感觉二代比四代还要吓人啊 ？Oh my god！ 这，我疯了，我好疯！我靠！这个游戏肯定会有很多的鬼畜的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该立功啊！我要进这个啊，不是这里面的。Hi，Hello， 我靠，这二代也好吓人呐！我找到钥匙了呀，让我进去了，不能进去吗？这个也不能进去的呀。哎，居然会有这么多的柜子哦！这个黑色的圆盘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在四代也能看到哎。跟着这个灯光走吗？哦，那尼克莱，不要列队迎宾啦，讨厌啦，吓死宝宝了。这个地方哦，在那边。I hate jump scare。谁在敲门？谁在那儿？我先去那个门吧。没有加速跑，只能 AWS。我靠！Shit！ 啊，我的鼠标已经被换了好多次了啦！啊，浑身鸡皮疙瘩起了一，不对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啊，看我的汗毛了吗？我估计你们看不到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汗毛全立起来了啊！No！ Jesus Christ！ 就这样特别安静的地方，然后突然间吓你一跳，真的好吓人呀！我靠，这怎么有个凳子呀？好突兀呀！我最怕就是一个空旷的屋子里面放着一个东西，
那会儿怎么感觉有人在看着我们？啊，头皮又一阵发麻，为什么走到头？What the fuck？这什么？啊，不？No，我靠！哎，哦，我只是看个球而已。Where am I？这是 toilet。哎，哦，厕。六，WC，我好怂啊！噗，哦，不会吧？绝对会有高能，这个马桶好方啊！我好方啊！我不想看怎么办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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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靠！捡钥匙，捡钥匙！这个马桶这么圆，有点略萌啊！我靠！我不好吧，往回走吧。往回走，从哪边走？我们过去看看吧。死就不，I'm dead。哦，不能开门啊！开门啥啊？OK。这个厕所啊，真是像迷宫一样。我才不要给你开门呢！是一个红衣的女鬼，吓死宝宝了。哦，果真，对。哦吼吼哦吼吼哦吼！转过来还是会被他吓一跳的啦。你在敲门，我不会理你的。放虎归山系列是这个吗？不是，那看来我们只能往回走了，是吧？你的位置已经变了，是吧？哦，哦，嗨，嗨 there，哦，no，no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米其林人呢？太吓人了！为什么之前没有找到这款游戏？这边有一个，哎，他真的是藏得非常非常的，咦，不，哦，对，哦，就，哎，你是米其林人女王吗？啊？看来是我们走对了。哦，哦吼吼吼吼吼！K 打头的一个门，看看是不是这个？哦，果真。Oh my god！我们要去，哦，去找那个小球球。肯定要最远的路，对不对？对。那里面是什么？我们一会儿再过去吧。反正我们已经踏上主线剧情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真是，像一个巨大的天线宝宝。
这个应该是存储点吧，我感觉我过不去的样子的呀，我是不是作死啦？好像是这么回事啊。啊，没有，我靠，我居然火焰免疫，好高端哦。这是什么地方？餐厅吗？我去，我找到了一个钥匙，亚贝，冰箱里面有一，好像是那种头颅一样的地方，还是有一个钥匙吗？那好了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哦，这个地方它会钻出这些东西啊？哦，懂了，原来是这样。你来过一次了，已经吓不到我了。这个应该是往这边走，有个门，因为我又没仔细看，我就光想着会不会有高能。 No 啊哈，不是这个钥匙啊。那我刚刚捡了个什么啊，混蛋，不要这样玩我好吗？那我应该从哪边走啊？还要从这里面走吗？不对呀、啊！哎呀，反正就是我们每一个地方都要去的。说，哇，这个，没对，我想想，每次走到这都会有拐弯，就会有那些家伙。但这些地方是不是我们都已经去过了呀？那边还有不能走的门吗？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房间里还有一个门是不能走的，要不要让我走这么远啊？就那个风扇最里面好像是有一片空地，那片空地不知道是干什么的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啊？下次我一定会好好看的。难道说这个里面有一个房子吗？嗯，米其林，走到尽头的房子吗？尽头我记得好像是死路吧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尽头会有没有开的房子吗？这个里面好像只是一个厕所吧。哦，对，那边有一个房子是我没有打开的，就在这里。啊，果真，哎呦妈，我靠，不是吧，一次开两个门吗？这里面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，我们直接往前走吧。我们走，边走边开门。这个小心。他这个，啊，真的要一个一个找吗？略大，不是这么玩的吧？我靠 ！No。前面这个是高能点吗？我来了高能点 library 啊，最后一个房间了，吓得我都方了，我好方啊，怎么办啊，方，我们还得走回去。不要敲了，我不会给你开的。上一次我已经吃过亏了啦。哎呦，我已经吃过亏了，我不会再开了。这么安静，但是我跟你说，这个游戏它惊吓你，它是就是那种出其不意的。我靠！哎。
门呢？啊？不会吧？真的要我一个一个开门呐？然后他还渐渐的在那边笑，嘿嘿，你找不见门了吧？麦克，哦 ，shit， 我把门都开开还不行吗 ？I want out， I want to out， tell me， 告诉我哪里是出路？一周找可乐。Fuck you, asshole！ 他让我们找找看，然后很贱的笑着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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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哎，这些门居然都开不了哎！怎么可以这么亲切？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边门是干什么的？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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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假门喽，逗你玩喽 ！Fuck you, hey buddy！开完那个厕所门，我真的不想再开这些门了。我去，原来走了一圈就可以啊。OK， 那我们往回走吧，应该是最后一个房间了。啊，朋友再见，啊，朋友再见。好朋友再见吧，再见吧，抽动的手，你想要吓死我呀。我估计玩这个游戏我要休息好久。Damn it! Damn it! Sure, damn it! 他肯定知道我们知道他是在右边，然后他就说 SO 我已经到我这边了呀，傻你。啊 ，damn it， 我又被他给玩了，你知道吗？朝着一片血字斑斑，血字斑斑。我觉得恐怖游戏我一天做一期就可以了，要不然的话我的肾气不足，我要吃六味地黄丸。Hello， 我要进，我可以进去吗？可以呀，你进吧！我吧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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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知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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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咦，咦，哦，好像到了第二章的样子。我是女生，我选右。嗨，我就知道，所以说我要离得远一点。这是不是也有一个米其林 ？No， 啊，怎么这么多？怎么又有敲门声？其实应该，我去，我去，这是个迷宫啊！啊，果真。那这种犄角旮旯的小路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出去的吧？我是不是真的迷路了？米其林街，好像是呀。嗯，又是你这个家伙！虽然说我已经有这个什么，但是你还是被我吓得头皮发麻了呢。喂，强制性的细致拐角，我觉得应该是刚刚那条路走。你们觉得呢？对，不要再出现了。下一次就不要再出现了，应该是这边。哦，有灯光了。我们是回去了还是？喂，空气墙，哪里？我也过不去了，再回头。米其林女王，我给你跪了，不要再吓宝宝了好吗？
我要哭了都，我的眼睛都已经吓出了泪。嘿，又是这个家伙 ，I know it。看见这个黑洞，我就各种毛骨悚然。我要走到头，然后再转弯，这样哈。哎，好空旷啊！哎，好像我们，我靠，能碰倒吗 ？biang。I'm sorry. Teachers, yours, it's yours, not yours. 这是你的桌椅板凳吗 ？Nope. 你们是学生吗？嘿嘿嘿嘿嘿。我操！尴尬，尴尬，尴尬。我走过去，我干了个毛线呐。我觉得我应该是已经触发了吧，我已经绕场一周了喂，怎么又是柜子？哦，这个米其林这个第二代，它只是这个在学校这个模式。哦吼吼吼 ！I'm， 我出来了，这是学校的那个走廊吧？嘿嘿嘿。哦 ，crap， 什么？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高能？哎呦，哦！我的身上出现了一个手啊！你们 ，I'm dead. Why？ 我好懵逼啊！啊，那就不是这个房间，是这个房间了。我刚刚走到了一个死亡之间吗？我靠，这是个死路啊，还是要从那边走的啦。嘿，我跑不过他，然后把他引过来，然后走，然后我靠，居然有精彩的激烈的追逐战。哎，我这么跑都跑不过他。哦吼吼吼吼吼！每次走过来都会有高能的声音，高能提示君。我靠，这儿居然有一个门！哦 ，Holy crap！ 要到米其林女王了吗？什么声？哦，在这边。哦哦，哦哦，找钥匙，我这去哪找钥匙啊？这也没有钥匙啊？哦，哦，原来这边有一条路啊！不要有高呢。啊嘞！这是哪儿？我们走走看看看能不能找到钥匙什么呢？又只有这个家伙。哎，钥匙郭振在那边。好吧，又准备好一波高能了吗？还好它有一个自动存档功能。我就知道米其林女王。我就知道每次我讲钥匙回头我都会看到你冒着火焰的米其林女王。 Fire the home。 哇，这一期我到现在我已经完了。走到尽头会是什么呀？走到尽头有什么呀？不要突然下来啊！告诉你这边没路了 ，OK。就是尽量我每一个地方都给大家演示出来。我看那个黑洞，我就好方，我就特别的方，特别的方脏。那我们就去开那个门吧，直走没差，直走没差，直走没差。
这一系列感觉这一座真的好长啊。Oh my holy！ 这都是，这怎么这么多门呢？你告诉我选哪条路好吗？自己猜。滚蛋！我感觉走哪条都是 die。哎，这个宽，那就是这个。哦，再见。哎，我跑不过他们啊！还好他追了一截儿，他要一直追我，肯定啊，前面好像有东西的样子。钥匙，这是哪儿的钥匙？我先看好，我再捡。哦，出口钥匙，这怎么着火啦 ？Fire！ 对，我有火焰免疫，是不是？米其林女王，为什么会着火啦？哦，在这儿。Oh my god！ 我这么低吗？啊，我是在地上爬着走的吗？我说我怎么跑不快啊？哦，我觉得这个地方也好恐怖啊，不比屋子里强多少啊？整个大山环绕啊，后面山怎么变黑了？不要这样。我就知道，我跟你讲，我就知道。Thanks for playing！ 啊，我终于玩了，自己玩了大约有42分钟，终于把这个东西给通关了。大家看到剪辑版应该30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。啊，这个游戏真的把我吓尿了，我现在就是手又是冰凉的，特别的僵硬，特别特别的僵硬。我喝口水压压惊。米其林人这个第二座呢，就是精神污染座啊，其实还是挺棒的。如果你喜欢就是用恐怖游戏去解压的话，记得去下载这款游戏啊，这款游戏还是可以下到的。好、哦、OK， 那我们就这期就到这里嘛。 好亲切啊。那我们再见吧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两下卡死，So easy， 这拨我引进来干什么啊？拨我引进来干什么啦？我靠！